答在问处啊。请看经文，即是如来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，是阿难言。如今见我摩陀罗手，为正为道。阿难言，世间众生以此为道，而我不知谁正谁道。阿难在楞严会上被世尊骂怕了，所以答话的时候都很有技巧啊，都不敢自己说，又怕佛骂他啊，说是别人认为是这样的，我不晓得，这是答话的一种技巧啊。那么世尊没有答复他，这什么叫正，什么叫倒，先表演一下给他看看，让他自己去辨别哪是正，哪是倒。啊，即使是阿难问完话之后，佛没有开口说话，先有个动作，把他这个膀臂啊竖起来。垂金色臂啊，先是垂下来，垂金色臂，手轮手下指啊，这个轮手，佛的这个十个指端呢，都是轮相，都是轮相啊，所以我们称为轮手啊，往下指。是阿难言，就先垂一个相，就问阿难，你现在见我摩陀罗手，摩陀罗翻成中国意思是印的意思，就是一个手印，是一种表示，是一种表示。那么也像什么呢？现在所谓的手语啊，现在手语，佛的手都是代表意义啊，这就叫做印手，在佛法的术语里头叫印手。说为正为倒，我这样放，究竟这个叫正还叫倒呢？这就是翻过来反问阿难，你说这个是正是道？阿难底下的答复，确确实实的，这个手背呀、下垂、上直，这是没有一定的啊。所以他这一问呢，他也不晓得究竟哪个叫正，哪个叫道。随众生的，众生世间众生以此为道。世间人就说这个是道，世间人这么说的，我不晓得哪是正，哪是道。啊，那么但是就是，究竟哪个叫正，哪个叫道，不相关，没关系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说明呢，道正不二。关键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是聪明人，佛这一动作一问，阿难应该就恍然大悟了。他牵出了个疑问，你不必再说了。
就开悟。那么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处处是诱导人开悟。这个法子你不开悟，接着另外一个法子，没有一个动作一句话不是叫人开悟的，这个才叫善巧方便啊。如果这一个动作一句话而不是叫众生开悟的，也就是说那就是佛法讲的戏论。戏论就是要开玩笑，无意义，无意义的举动，无意义的言语，佛绝不说。所以佛的一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启发众生，都是开悟众生。这个在教学艺术上来讲是达到登峰造极啊。今天有许多人想学教学法，最高明的教学法尽在佛经之中，也尽在祖师语录当中。你要不会，你看不出名堂，看不出苗头啊。你要会了，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所以在此地呢，佛的意思持这个膀臂，虽然是倒讲颠倒，手臂没有失掉，这是大众啊容易明了。可是那个心颠倒了，心并没有失掉啊。这一点呢，众生就很难理解了。所以在此地以很容易了解的这个例子，比例难知的这个事例，所以这种动作只是取作比喻而已，不要我们因比喻而开悟啊。我们看底下经文，佛告摩难，若世间人以此为导，即世间人将何为真？前面的一个动作一句话，摩难又当面错过，没有误入。那么佛的是紧跟着再追一句，处处都是有启示的意思，再接着跟他说，这个防备道与正，实在讲是没有一定。即使世间人说以下垂为道，那么这个再问摩难，那以什么为证呢？摩难答佛的是把这个大意，答佛的意思推脱在世间人上，所以佛也问，那么世间人以什么为证呢？我难要在这一句话里头听懂意思了，
也就能大彻大悟。道也好，是正也好，没有离开这一个方便啊。那么佛所讲，颠倒性也好，正变质也好，没有离开本性啊，不是一个道理吗？我乃疑问就在此地。你看佛这个答复多巧妙。所谓人有凡圣，凡圣都是假名，就好像此地讲一个正一个道，正叫做圣，道叫做凡。可是本性呢，是一，不是二了。正道不离开手臂，没事手臂，凡圣。也不是一个本性。所以此地不是辩论。此地是处处诱导我难破迷开悟。那么在此地，我难又错过了。释迦牟尼佛随处指点，而我难尊者是头头错过。我难言：如来数臂，兜罗绵手，上执于空，得名于正。佛即数臂，告我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以备展示啊！兜罗绵手在上面呢，已经解释过啊。兜罗绵是印度一种植物。又白又细，此地是取柔软这个细密来形容佛手相之好。那么我讲的意思，世间人是手举起来，上执于空，这就叫正，垂下来叫倒。那么佛也做了个动作。这个阿难也看得清清楚楚，看了还不懂，佛再就给他解释，就告诉阿难说：若此颠倒，这个手先指下面，再指上面，就是颠倒了一下嘛，首尾相换。这是上，这是下，这是手，这是尾。现在这么一举的时候呢，这边是手，这是尾，这是上，这是下，这是上下颠倒了一下嘛。这一颠倒的时候，诸世间人是以备展示。上展下示。但加一倍的看法了，就是两次的看法。第一次是看到是这个相，第二次看到是这个相，加一倍的看法，一倍暂时。一见分别已经是迷了。再见分别，就叫加一倍的迷惑了。这就是众生请
见之主。下垂上直啊，脸是一个手臂啊。诸位想想，仪式在哪里呢？什么地方遗失了？所谓遗失，假名而已，不是真实的呀。诸位在此地要能够得到消息，世尊说法49年。所谓黄叶之体而已呀、啊、佛曾经受过什么法？佛什么法也没受，佛要是受了法了，那才叫奇怪了。佛没有法可说啊，黄叶之体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小孩啊，两三岁，无知啊，苦苦闹闹的啊，要糖吃，大人骗他啊，拿一个黄的树叶告诉他，哎，这个很值钱，这是宝贝呀、啊，你一拿去可以换糖吃。他一拿到手上就不哭了。他真的是假的，他换不到钱的，他也换不到糖的，但是目的达到了，哎，苦怎么止住了？就叫你不哭就行了嘛。佛说一切经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哭哭闹闹的，拿这个钱哄到我们，啊，我们不哭了，佛目的达到了，哪有法可说啊？没有法可说啊。如果有法，那法就是邪法。迷人才有法好说，悟的人无法可说。啊，那么佛说法49年，说了没说呢？一句法也没说。再给诸说，一个字也没说。没有说，说了一大堆。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说跟无说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我们很难懂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说跟无说是二，不是一，有说不是无说，无说不是有说。而佛菩萨说，有说就是无说，无说就是有说，它是一，我们是二，所以我们不解佛所说之意，不懂的。什么时候入不二法门呢？你就懂得了。到那个时候你再恍然大悟啊，佛没有骗我。不入不二法门，你就是把这个三藏经典背得滚瓜烂熟，照样在讲台上宣说，给诸位说胡说八道，胡造谣言呢、啊？虽说而不解意呀、啊，全不是自己的，不是从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，不是从不二法门当中流出来的。大乘经典、了义经典，这一个旨趣啊，尤其是明显。我们学佛，我们求道，
不可以不明了这一层。啊，所谓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真实义不在外，在内。所以这个佛学称之为内学，外面没有，会学的人借着释迦牟尼佛的真相眼，开发自己的心性啊，即设下释迦牟尼佛的功德，引发自己本性的般若智慧，这叫学佛。绝不是把释迦牟尼佛的东西拿来当作自己，不是自己，那是别人的。别人的东西，说个实在话，自己无法销售。为什么呢？不实用。自己悟入之后，才能够得受用。由此可知，学问之道是以物为宗啊。下面经文说得好了，这知如身于诸如来清净法身，彼类法名，如来之身名正遍知，汝等之身好颠倒性。从前面那个比喻啊，众生呢就是这样颠倒性，如来就是这样的正遍知。在这一句里头啊，说实在话，也是把这个我难疑问答出来了。解释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么我们把底下这一段再念一念，这味道就更足了。啊，时间不够，下次讲没关系。随如地观，日无生佛身。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？号为颠倒啊？或者反过来问阿难：于是阿难，于诸大众，登蒙赞佛，目见不顺，不知身心颠倒所在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我们略消消。前一段说，这知汝身于诸如来清净法身彼类法名，这就正是从前面这个譬喻当中来说的。如果他真正是明了，这阿难尊者真正明了。这个手臂啊，
首尾相换，一杯展示。这个意思也是明白了。那么如来清净化身啊，称之为正遍知。众生称之为颠倒心，就给这个手臂上直下垂是一样的道理。清净化身，即相即性，即有即空，现前三十二相就是化身。六祖说的就更妙，法报应三身就是我们现前之身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说得更清楚更明白。所以《坛经》大乘了义经典的纲要，应当熟读，利益是无由穷尽的，我们图书馆重看的抄袭原本，尤其是难得的好本啊，因为一般流通本里面龌龊的地方太多了啊，抄袭原本给一般流通本对照对照，诸位就晓得啊，这个版本好，这个经义直趣非常的明显。经上说微妙净化身，欲相三十二啊，此之性东山河全路，万象一如。说报身、化身与法身不是一，说是三，这是玄教消沉外道的见解。大乘菩萨晓得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一身具足三身，三身融合一身，法身里面具足了报化，报身里面具足了法化，化身里面具足法报，是第二三，三二一。是一体的，法身是理体，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啊，六根的根性。报身是般若，是智慧，化身是受用，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所以三身呢，就在我们现前一身之中啊，啊，比类发明了，比就是比较，啊，类是等类，
教我难尊者，一前面推臂举臂，你去啊。觉悟你自己的身心，啊，就能够天法明了了。什么是如来正遍知？如来之身呢，在正遍知。正呢是正确，是正知。不是邪知邪见，辨知就是圆满，无所不知，没有欠缺。给诸位说，三身都是正辨知，法身是理具的。离题上具足的报身是智招，般若智招是变的，而化身是随身随心应量，法报周边是正边，我们都不容易有疑惑啊，因为理论上确实是能想得通的。现实，我现在这个身怎么是尽虚空变化界呢？疑问在此地，你要真正觉悟了，你才晓得现前这个肉身呢，它确实是尽虚空界、尽法界、尽众生界，这个妙极了。啊，这才叫正知，才叫辨知。啊，佛经里头有解释，通达，真正通达明了而没有疑惑。心包太虚，心包万法，心就是心，这就叫正知。真正明了万法为心，这叫辨知。诸位想想，心是自己，万法为心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哪一个不是自己？他怎么不是辨知？所以佛身叫正辨之身啊，就好比佛竖臂上体。那么众生身为什么叫做颠倒心？众生执着身。包了心，心在哪里？心在自己身里面。你看看，这不叫颠倒吗？心是包太虚的，现在你呀认错了，认为说那个心很小，在我的肉身里面。你不颠倒谁颠倒啊？所谓颠倒，就是颠倒在这里啊，错认了。这是一个谜，并不是事实啊，不是事实啊，是迷了以后错认了。那么这个叫知见颠倒，又执着心外有法，这个叫间接的颠倒，就好比佛手臂下垂一样，竖臂下垂
手没有失掉。正见颠倒见，真性事实并没有失掉。那么今天虽然讲的不多，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思，就有很大的收入。你就能真正相信佛就是自己，自己本来就是佛。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。佛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佛，众生又何尝不是自己，自己又何尝外了众生。虽然没有入波尔门呢，居里波尔门总算是进了一步。他这一部经要是讲完了，诸位都能有个入处，那我们这一会就无量功德了。真正是处处之贵呀，希望我们不要偷偷错过，必定有入处。今天呢就讲到此地。